哎，很高兴哈，今天晚上能够跟大家分享，类似很像读书心得啊。说讲课实在是比较类似的哈，很像读书心得。为什么要读书哈？你读出来有感觉的，大家一起分享，然后呢，复制这个正确的观念。这个正确观念从哪里来呢？从新台湾论来。哦，咱逐项咧讲理、讲代志的时阵，爱叫啥？白纸黑字，吼，咱袂当啊，空嘴薄字。啥叫做空嘴薄字？家己编的，吼，为对来的，依据伫对，拢无，吼，个叫做空嘴薄字。有听过无？法律就是安尼，法律咱就是本身咱爱依据白纸黑字面顶写的，而且这白纸黑字嘛毋是用编的，为对，为国际法。为战争法，甚至啥，头下秘书长所讲的条约，有看哦？英语安尼写，哦 ，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rime to Formosa and Pastores。哇，旧金山和平岛，头下秘书长甲大家说明啦，哦，放弃啥管辖权，有听哦？有听清楚无？咱今仔这节课，顶多是延续吼、哦，延续顶一课这课秘书长所讲的内容啊，加深你的印象。哦，所以大家当时咪想讲，奇怪，奈每一节读讲师吼所讲的内容，奈足相像的哦。其实啊，这是好现象的，因为中华民间重复的事情，重复一再不断的做，你会不会忘记？会袂记得？会不会忘记？重复不断做，会不会忘记？不会嘛？你要每天早上起来刷牙、洗脸，你会忘记吗？不会，从小刷到大，每天也重复啊，会不会觉得很烦？不会，好、哦，所以我们听课也是这样。虽然很多讲师讲的内容有重复的地方，但是什么？你加深印象了，哦，你加深印象了，你甚至你困眠当中，你可能会梦到，哎，他那讲师讲的，跟我昨暗眠梦的那相像，哎，安尼恭喜啊，江苏底下来恭喜啊，法理已经进入到你的心里面去了，这是好哦，哦，所以为啥用？新台湾论，新台湾论对一本书，我相信足侪同心今日来才知影有一本书吼。这啊，小弟我吼等于讲看书拢无洗手啊，所以就乌的啊吼，吼很足久的啊。所以讲基本上要对买咧，恁等啊咧报名的时阵吼，咱咧报名遐，你甲报名迄个所在去小问一下，哎、欸，要怎买新台湾论？吼，啊你就会去买啊，吼爱有了解哦。好啊，好，今日内容真简单，吼、哦，对，这本吼、哦，报名的所在知啊，吼、哦，咱水月园农场，吼、哦，呀，啊，就报名者，吼、哦，你只要问就知。今日题目叫做《台湾法理》，法理台湾四个字，四个字，诶，告诉那也新，那无写新台湾论，那写台湾法理，台湾法理就是啥，新台湾论内容出来。这新台湾的内容，我相信明仔你伫个迄个第二节课，吼、哦，台湾民政府的缘起，有一个江苏个林佑生，吼、哦，林讲师也该详细来讲。哦，秘书长为对开始，吼、哦，伊发一个足大个一个愿望，是啥？伊要救甲台湾，带向一个足正确的路，啥？历史是啥？足五万个路，确定个路，吼、哦，安怎来？你明仔第二节课的时阵，吼、哦，台湾民政府。的缘起、哦、大家要注意听哦。哎，林讲师讲啊，足精彩哦，吼、哦！台湾里就是新台湾，包括台湾秘书长讲的内容，拢包含伫内底。主要即节课内，甚至甲星期天下午最后一堂课哦，张文彦张讲师讲的内容，全部拢是台湾法理哦，所以你一定要记咧。下面就是法理台湾，法理台湾就是根据法理哦说。建立一个新的台湾的形象，对啦，叫法理来。咱的意气用事无？哦，法理的意思是讲依法来做任何代志，依法来思考，吼、哦，啊用理性来看待这个台湾，叫做法理台湾。台湾民政委员来依据国际战争法，由被占领地的人民所组成的叫做 civil government， 吼、哦。各位在座同学，你还记得这英语名吼？江苏大学个底下个做说明吼，台湾民政府吼，在个美国华盛顿 D.C. 吼，咱我有一个办事处吼，来表达一下啥？台湾平民政府相对是什么？
台美国哦，对，美国军事政府哦，美国军事政府，咱是去哪直接管辖？好、哦，咱的顶头有顶西哦，对，主要的占领全国，对一个，咱哪有听过？想甲咱轰炸？我看迄总督府哦，崩甲乱七八糟的。啊，即马即总督府是毋是当时的总督府？无同啊、哦，因为有重建。啊，即马想到底来底？哎、欸，我听足侪声音呢。哦，即马想到底来底？迄、那个人是凭啥物伫来底？即来源，吼、哦，大家爱清楚一下了解。即节课特别甲大家做一个说明，吼、哦。台民政府伊是根据战争法啊，中华民国这个政府真正是中华民国吗？为什么流亡？根据伫对？好、哦，这大家同心，你正这方面来讲吼、哦，你读《新唐论》了，你就慢慢会当了解为什么他流亡，为什么叫做流亡政府？咱会该问啊？哎、欸，你同心你来这上课，为什么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是流亡政府？好、哦，就刚刚为流亡政府的是，他原先的法定的范围，他离开那个法定国家的范围之外，跑到别人的国家土地上，暂时在那边开始他新的政治生活，叫啥？流亡政府。起码各位一个流亡政府，我相信大家有听过吧？伊叫啥名？是毋是拢听西藏流亡政府？唔对哦，吼、哦，这个名咱爱做更正。法律当然咱就是爱叫白纸黑字，爱回归伊真实的名。吼、哦，伊个流亡政府名叫啥？吐蕃 （Tibet）。吼、哦，伊英语名叫 Tibet、哦。吼 ，T O。我相信大家伫 T I B E T、哦。吼，我相信足侪东西你要上网你要看，伊叫做吐蕃流亡政府，对不对？有印象无？在印度的达兰萨拉，伊个叫做吐蕃印度哦，袂用的哦。流亡政府，伊家会当流亡在一个城市哦。我记着，刚刚你来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阵，法国甲比利时流亡伫对英国的伦敦哦 ，French London 跟 British London。亚洲我那有哦，韩国流亡政府伫对上海 ，Korea Shanghai。哦，伤害了哈、哦，所以讲，咱一旦发生国际场合内底，吼、哦，尤其是奥运，哦，奥运那机关那也叫做中华台北，有听过哟？中华台北 （Chinese Taipei）， 好，啊，我问在座同志 ，Chinese Taipei 是中华台北的请举手，是举手，中国台北的请举手，唔知啊，请举手。好、哦、好，同志们来说明哦，什么叫中华台北？中国台北弄唔对，好、哦，也英语名叫做 Chinese Exiled Government in Taipei，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啊，这中国人你就会惊你知影，为啥？伊在改管呢，啊，好你知伊是流亡政府，你会听伊的话无？你袂听他的话？举一个简单例来讲。印度的人，伊面对达兰萨拉这個、流亡政府吐蕃哦，伊会叫吐蕃政府来甲管无？会不会？会不会给吐蕃印度的人爱去参加印度的人爱去参加吐蕃的总理选举？爱无？要不要？唔免呢。啊，想让咱大家拢去参加伊流亡政府的选举，关键就是伫遮啊！吼、哦，爱相信管人，因为伊。好，美国的国务院授权，伊叫做台湾治理当局。这一句来哦，美国伊有明文讲啊足清楚的，对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网站，各位同心你也上网站，爱记得哦上网哦，哦各位在座同心你爱记得学习上网，上网你找美国 AIT 的网站，吼、哦、你找台湾关系法的第十五条。来对的，我们现在就清楚哦。1979年1月1日以前，美国承认为中华民国的台湾治理当局，记住那个时间点哦。
1979年1月1日以前，有趣的哦。1979年1月1日以后，有没有叫中华民国啊？有没有？没有了呢。哎呀，叫做什么？台湾治理当局，台湾 authority。所以从现在我们台面上听到这些政治人物，一个叫政治台湾，会记得哦。咱是啥？法理台湾哦，伊是政治台湾哦。哦，所以伊讲台湾，台湾的时阵，你后边甲注明台湾刮胡治理当局，为啥物唔敢讲？因为跟民间组织同款啦，伊只是讲美国授权，他有管辖权，伊甲你管，代理商管，代理美国甲咱管。所以，咱虽然来入遮上课，甚至未来咱准备好啊，吼、哦，要做台湾民政府的行政人员，各位在座同志也有一个观念，吼、哦，唔通讲，我将来是台湾民政府内底的成员同心啊出去。跟那些警察就黑黑一样，甚至啊，要变道，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唔通吼，爱记得吼，江苏甲大家讲，依法爱理性。好、哦，所以咱一开始以前，台湾民政府代表歌，哦，日本国歌《君の世》完，美国的国歌完了是咪？司仪底下念，哈、哦，台湾民政府的主张一直立场，你看无？要一句无？哈、哦。不爱用啦，暴力跟武力，有看无？哦，所以咱爱用啦，一支笔，各位同志，有较轻松的无？一支笔，写文字去告美国，今年搁甲告中华民国，有较轻松的战争无？用法律，用法律打赢一场战争，有价值无？还是要牙签？想看卖个？牙签牙刀去甲人拼，也是要用法律较轻松，好轻松哦，一支笔就好安尼。好、哦，啊，所以讲，咱大家会记得，咱伫这所在、这环境，台湾民政府内底，咱就是希望每一个，而且啦，毋忘咱的子孙、厝边隔壁、亲朋戚友，大家爱理性，爱看清楚，这场因咧吵的总统选举。咱爱去参加无？要不要去参加？要不要？哎，为什么？因为那是中国人的事情。咱就是熟悉啊，吼、哦，已经熟悉嘛。伊就是流氓政府，伊即马咧举办的选举，就哪参像隔壁砖头，吼、哦，某一口罩伊咧办喜事，有没有？有一定爱强迫你去参加无？有无？选举有该变过？你一定要去算哦，你不算哦，明仔载就给你消息，人间蒸发，有没有？无啊，啊为什么咱要去算？唔通吼，你去算等于讲你唔忙工，或者你王政府，你等于你授权给伊，吼、哦、你愿意牺牲你的人权，大家还记得你去登迄条印啊时阵，你有看到？迄条印的面顶是咪一个圆箍啊？内底写一个人，会记得无？意思是讲。你透过这粒印啊，登的迄个，伊叫做票，其实叫做同意书，同意中华民国这个流亡政府借着台湾地理当局的权利，继续甲你吞打，甲你剥削。咱正有发现，即马经济环境，咱正周遭围，大家生活有好无？有好无？啊，唔忙，搁要延续落去无？唔通吼？为啥？咱已经知影，知影啦，咱。爱哈大方，吼、哦、啊，开阔咱的心胸，咱讲啊好康的，甲大家讲，咱唔通讲诶，甲像即种啊，我，你知影你奈无甲讲，我住喺恁兜隔壁呢，恁兜的楼骹呢无甲讲，逐工安尼开讲，吼、哦，你来我去，你一搭，啊，我水果好诶，分互你，啊，好康的大家食，啊，即下好康的消息发你，啊，啥人无甲讲，吼、哦，所以咱啊。就着种种的方便来个做说明，吼、哦、啊！你要说明之前，江苏家你口肯，吼、哦、你一本书《新台湾论》，你一定要读熟，读熟了后你才有一个把握，吼、哦、你才有一个底，你才会当讲，吼、哦、你唔通讲像编故事安尼，啊爱叫法律来，吼、哦！台湾民政府你爱记得哦，什么叫做台湾民政府？全民你爱记得，台湾群岛
美国民政府，台湾军队美国民政府，啊，相对啥？台湾军队美国军政府，军政府跟民政府，啊，你知无？哦，台湾民政府负责什么？民政，哦，民政的民事的行政，军政甲外交搞上美国的军事政府。哦，咱看下边仔两百度，哦，咱只外头就外动起来吼，外动咱的颔棍吼，就外来遐。咱看下遐两百度对吧？来，咱看哦，正手边这两百度的呀，蓝色迄张吼，有看迄板桥无？迄叫啥？二重桥，伫对，伫日本国，吼，伫对东京，东京二重桥，吼，迄啥？叫做皇居。天皇住的所在，天皇居住的地方就是皇居，列样下起来，你可以写起来哦，哈、哦，顺便认识为什么叫二重桥，那是不是有两座桥合起来，二重桥，哈、哦，咱家是不是有三重埔，哦，以前去看那三重哦，你看那台北桥对吧？哦，看几班，大家去看麦啊，哈、哦，为什么叫三重？为什么叫二重？有它的道理在哈、哦，一个二重桥，重点对，记得多。嗯哼，那所在是不是一个宫殿？那就是天皇居住的地方。这幅图上面意思呢？台湾属上的日本天皇的。哦，所以这幅图足侪人你会听到讲日属，哦，日属属日本吗？是属日本政府吗？来，我问一下哦，日属属日本政府的，请举手。好，请放下属日本天皇的，请举手。好，谢谢。请放下，好、哦，来，我举个例子哈，当、哦、让大家对日本，哦，这是日本天皇跟日本政府怎么样去分开来，哦，让你有个基础的观念，好、哦，我问大家，哦，咱拢有上过班，公司是董事长开的，啊，有几啊间分公司，哈、哦，比如伫东京一间公司，伫九州一个公司 ，Okinawa 一个公司。台湾有台北公司、甲台中公司、有高雄公司，几啊间公司由董事长一个人开，啊，伊请一个较高管理的，请伊起来做总经理，伊管哈侪分公司。好，我请问大家，公司是董事长的，请举手。我再问一下，公司是董事长的，请举手。是总经理的，请举手。无啦吼，啊，你就知影。哦，所有权伫上遐。好、哦，我打着比方啊，日本天皇就像公司的董事长，公司的所有的一切都是董事长起头起家，都是他的，所有权状都在那啦。所有权证拢伫董事长遐，伫天皇遐。好，啊，伊请一个较高的做啥？首相，做内阁总理大臣，管理整个日本国。好，我问你。整个日本是日本政府的还是日本天皇的？我们回到历史的原点，1945年4月1号那个时间点，整个日本帝国是日本政府的还是日本天皇的？哎，知影吼？好，哎，就知影讲土地也所有权证伫上遐，啊，干啥管理者你得当分得开啊？公司是总经理的吗？是吗？哦，他是管理权的最高的位置，叫做总经理，但是所有权以上，吓，董事长。所以日本天皇像董事长，哦，当时的哈、哦，你规个管理规个日本帝国的迄、那个，哦，叫做内阁总理大臣的那层就是总经理，总经理随时都可以换人，谁都可以来接，哦，来知道吗？哦、所以大家都奇怪，那日本政府跟日本天皇有什么不一样？咱爱脱离这个民主国家迄种观念，哦，伊拢认为讲总统一个拢是民众选起来，所以国家是总统的，对吗？这观念爱脱离吼，民主国家跟君主立宪的国家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君主立宪的国家是一个。所有权跟一个管辖权，民主国家是整个选起来，全部跟君主立宪的国家是不一样的。那我了解不？所有权
所有款像恁，我问较亲切的好啊。厝内底咱拢住伫阿公的祖厝对无？是毋是有遗产交接？每一个人拢有可能会去做阿公迄位吧？阿公是毋是几啊家底？全部拢厝，拢无分家哦。只是讲伊请人来，请伊个囡仔、婿婿来接阿公一位。我问大家，即个分房、大房、二房、小房，伫个无分家的状况之下，即间大厝是啥个？阿公个嘛，对无？啊，伊是用凭无一定大房来管哦。比如讲阿公袂地天气大，哎，来我请一个第二房个来帮伊管理啥，逐个月消房。安尼你有听有无？有没有听懂？管辖权跟所有权就是安尼来，吼、哦，爱怎哦？哦，要听我，这就是所有权，所有权的所有权。哦，台湾片哦，规个日本是啥个？日本天皇诶，所以日属就是属日本天皇。啊，咱看这個右手边这把，哦，较红色的这张，那我看到两个人，哦，我看到迄个人是啥？奥巴马啊，边一个？蜜雪，嘿，唔好阁讲第一夫人啊，哦，咱。无必要去卡迄个啦，因为伊人拢有人名嘛，奥巴马哦，阿爷啦 ，Michelle 哦 ，OK， 总统加总统夫人嘛，好、哦、，OK， 迄本迄叫做啥物？伊只手是毋是摸一本？迄本是啥？咱我来小问大家哦，知影诶，毋免讲，你互大家有了解一个权利。我问一下，迄本是美国宪法诶，请举手。好，谢谢。联合国宪章的请举手。万国公法请举手。迄本是万国公法，请举手。圣经的请举手。唔知啊，请举手。好，大家我甲你讲一下吼，迄本就是圣经。哦，为啥？因为是所有就是讲，伊伫上帝见证之下，伊爱哈依照着万国公法来怎依持。国国家的运作袂用个违反。万国公法是国际法内底上悬的一个约束。万国公法是国际法的最高拘束。哦，你有没有写起来？哦、我等下问大家，大家给他写笔记嘿，要写笔记。万国公法是国际法的最高拘束。这篇文章伫对，伫台湾民政府的官网。哦，台湾民政府官网你会给上网。哦，你也有一个搜寻引擎。哦，你要拍台湾民政府官网按搜寻，你就能找到咱的网站。内底有一篇文章，哈、哦，万国公法是国际法最高拘束，哈、哦。秘书长下一篇文章，等下你给他点来看，哦。台湾东兴有咧起照相机，哦，欢迎。我们比照相机还更先进，现场直播。你先下课了哦，你个人个重复看。你对咧，来让请曹顺。你要点一下 YouTube， 我相信大家都有看过这个网站，有无？这个网站有看过无 ？YouTube， 你直接拍台湾民政府影片，哦，咱看了这个，哦，哦，曹顺你点安尼你就知吼，像安尼台湾民政府影片按登录按搜寻你就看了，然后你的账号拢会用，你点落了，你就会看到每一节课的内容，安有了解无？要不要照相机啊？要不要录音？甚至带摄影机来录？要不要？不用了，因为我们都特帮你设想好了。爱给台湾民政府是什么？为百姓设想。迄、那个摄影机就是以红利课堂上卖给你啊，吼、哦，让你等下有机会你可以复习。吼、哦，还、啊、有了解哦，要不要拍照啊？录音唔免啦，我们都帮你想好了。你等下你要给点来看，吼、哦，好不好？哦，来，进入课程本题。来，周慧良，提起精神哈、哦。台湾民政府是台湾法理。较大声来。台湾民政府是法理。台湾民政府是法理台湾。哦，这不是绕口令哦，这是观念哦。台湾民政府不是家己捏造出来，是根据战争法。根据国际法律、旧金山和面条的万国公法，哦，所依据的法律基础伫遮，就是迄本新台湾论。新台湾论内底包罗很多的
法理在里面，吼、哦、法律，吼、哦、有一挂甲台湾这片土地相关的，甚至是甲日本，甚至甲天皇，甚至甲美国，甚至甲全世界有关民政府，吼、哦，也足侪哦，吼、哦，像伊拉克民政府啦，吼、哦，琉球民政府，港宽民政府的话题，新台湾人来带动足侪水平，吼、哦，你有我相信你足侪疑问。做一个问号，但是这本书会当予你解答，吼、哦，所以这本书你一定爱去买，吼、哦，才会当了解。好，这个明仔载第一节课，林讲师会甲你讲，吼、哦，江书记则甲你说明。这是啥？绿色的这个是啥？台湾，这个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吗？来看较清楚的，会记得美国。诶，军机甲武器面顶上即个 mark， 即美军吼。那、啊、这个咧，大的圆圈是代表什么？讲较清楚是日本天皇，吼、哦、天皇比较像天皇的旗帜，跟日本国现在鲜红色的有一点不太一样，我们颜色比较深一点的红色吼、哦。这六颗星呢，代表六个州、哦、所以我等一下会跟大家做说明啦。六个州，黄色代表什么？咱的皮肤啊，因为黄种人，哦，咱亚洲，所以黄色。哦，台湾甲这，台湾有三个部分，各位同心，你一定要下起来。台湾有三个部分哦，我相信你除了知道台湾跟澎湖之外，第三个你 是不知道，对不对？南海，你要下起来，南海。好、哦，就是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派人底下做人造岛迄个所在，迄是原来是日本天皇的哦。哦，台湾跟澎湖是谁的？是台湾人的吗？台湾是台湾人的吗？是还是不是？是啊，不是，不是啦吼、哦。因为咱头下讲一节课，先刷再讲想一下，唔通哦，今日课上上的，等下阁休困一下，去睡个觉，明仔载阁别记。哎。我记迄个上，唔知讲台湾是台湾人，台湾啊，无人反对，应该对啊，唔对哦。伊根据伫对，因为咱拢提袂出台湾的所有权状啊，哦，所有权状，咱他有看秘书长毋是甲咱讲《马关条约》有无？你甲讲大清帝国跟大日本帝国皇帝所签的条约，简单讲一下，各位同心，你有租过厝无？有租厝过无？有看过人租厝的条约无？咱要签条约之前，是咪甲方甲乙方？吼、哦，伊写啥？大清帝国大皇帝跟大日本帝国大皇帝啥意思？甲方甲乙方，迄代表啥？法人，法律的法，人类的人。我请你写起来吼，无、哦、你会袂记咧。法人、法人，咱有听过财团法人？法人意思是讲，你只要是做职位的人，这个职务的人，你做这个职务。哦，譬如讲做总经理，哦，有人譬如讲控股某公司的总经理违法，啊好啊，啊判决落来，这个总经理担任这个位置的人去想去接，伊都要延续。譬如讲惩罚这个位置没有做好的，他必须付十年的为我公司，因为我公司受损嘛，所以这家公司的总经理这个职务必须赔偿我。哦，譬如有要服务我们公司，免费为我们做义工。好，因为啥？法院判决下来，法人跟法人甲公司的总经理跟乙公司的某个员工有状况，类似像安尼啊，法人的关系，好，我讲安尼就了解啊。想去接这职务，你都要啥？依法要负责任，好，你的权利啊义务你都要好了解。好，六个州哈，这是台湾民政府院长，会记得哦。这面旗子不要叫做台湾民政府国旗哦，我听就给东西弄犯这个语病哦，这叫什么？台湾民政府旗，无你有讲代表旗，你唔通讲台湾民政府国旗，了解不？不要有那种我看到旗子，我一定要叫它国旗，我会比较舒服一点，唔通让它理解，对啊。台湾民政府旗，好、哦，不是啊，代表旗。我们谈讲台湾民政府国旗 ，no。哦，你要看听清楚，你讲的时候嘛要注意。那你讲介绍，这边记上台湾民政府的旗，好、哦。
来，六个州，这在哪里？宜兰、花莲、台东，叫什么州？宜兰州。来，来自宜兰州，请举手，举高一点。宜兰州，手压较悬的，勇敢，压较悬的，吼。哦，来，谢谢。过来嘞，台北州，哦，台北州就是台北市啊，旁边淡水河以北，哦，新店溪那边，还有那个板桥、土城，哦，住台北州的，请举手。从台北州来，请举手。好，谢谢。好，来新竹州，新竹州是新竹县市、桃园，还有那个大汉溪、板桥跟土城以西的地方叫做新竹州。哦，来自新竹州的同仁，请举手。好，谢谢。好，台中州，台中州，好，谢谢。明天你的同心就会来参加周训，哦，对对对，第二教室伫隔壁，哦，足侪人诶，拢穿啦，穿安尼诶服装，哦，赶快来配一个徽章，哦，这个徽章啊，大家注意哦，这个徽章可不可以颠倒啊？认清楚哦，尖尖这一个，哦，我觉得我在初级班这应该要跟同心做个说明，虽然在这种法理，但是我们的穿着要注意这个徽章，哦。细细这个叫鹅卵笔，这个一定要朝下，基隆在上面，这样才正常嘛，字才正确。不要这个朝上面，这个朝下面，哦，好不好？随时要检查。你如果在穿的时候，随时检查一下，哦，你的勋章有没有歪？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法理台湾人，哦，要注重啊民众的观感，哦，来嘴来看一下，哪一州？台南州，对。好，谢谢。台南州也对，就是伫台中州以南，高雄州的面顶哦，台南分林嘉义哦，爱了解哦。台南州，好来，高雄州的请举手。高雄州，我刚刚讲的南海，甲高雄州有关的南海对，第几大？哦，叫什么？海南岛、越南、菲律宾，有没有？起来这区域，就是南海，南海怎样？高雄州后摆来处理的，吼、哦，钓鱼台里对，第一搭这，吼、哦，所以高迄搭宜兰州跟台北州后摆去讨论这旁边，吼、哦，讲迄搭迄天皇的财产，每一个人拢有责任卖甲啥守护，来好好照顾，就那亲像咱来这所在也是要收出来，唔当没给的哦。这是什么地方？水月园花园农场。主人是谁？游先生。哦，你住伫遮，你啊看，有电风，有电火球啊，吼、哦，日光灯，佮有电风个吹，啊，佮有较好个电光咧，解照，互咱上课。那感谢上游先生。啊，咱住啥？三工两暝，要不要花钱？你外口农庄三天两夜要多少钱？我们不可能来这里白吃白喝吧？哦，啊，咱那个看迄个，咱硬菜、宽菜咧洗碗的，迄种无收钱的呢，迄种是咱的动心，怀着对台湾的爱，那对大家吼，就是说什么，我要来服务，所以来做志工，迄每一个东西，那个谢谢，哦，你夹袂行，那硬菜啊，那是怎，谢谢，我们要表现出法理台湾人的样子出来，咱是政府哦，看好哦，有看到无，台湾民。什么？我们是政府，不是政党。英文名，哦，英译嘛是同款。什么叫做 government？ government 英译什么叫做政府？这无黑白，无黑白好诶吼。甚至台湾民众党是成立诶，2008年2月2号，2月2日，吼，到今嘛几年啊？哦，这看板挂久啊，有问题早就被抓了。哦，他的。根基在哪里来？好、哦，你如果有买新台湾论，明天早上哦，你询问你有买的，你可以翻到第一页哦，你也应该先下开。第一页有写啥？就是台湾民政府的设立经过哦，对对嘞，第一页哈、哦，美国政府指定设立台湾民政府在华府成立驻美代表处哦，设立的经过也讲向美国提出诉讼，控告美国政府于哪里？
美国华府联邦地方法院，当时咧，2006年10月24日，哦，由谁？台湾平民林志升等228名的台湾人去控告谁？美国总统布希，哦，跟啊国务卿莱斯，爱给啊控告两个对象哦，美国总统、美国国务卿，这个是法人哦，不是讲哎布希下台，莱斯下台啊，所以说起码奥巴马。盖爷国务卿要不要负责任？一样要负责任，因为控告是两个法人。哦，这两个法人既然被告了，延续下来，谁去接美国总统，谁去接美国国务卿，他就要必须要负责这个判决所得到的结果来做。哪五个结果？哦，就是在2009年4月7日有5项的判决。哦，那我们请那个曹顺你帮我们。秀一下哈，那五个判决让大家看清楚一下哈。好，第一点，好要看到哈，2009年4月7日，美国联邦高等法院学院法官 Brown 的判决，有案号08-5078，哦，在有一堂课叫做解读该懂该懂，那讲师也够跟你讲一解，哦。加深你的印象，每一个人，我相信各位在座同心，咱的头壳内底足侪毒素的。我举一个简单例来讲，隔壁的国家，你要叫伊啥？是毋是足侪人讲大陆？有无？是毋是叫大陆？伊名真正叫大陆吗？伊名叫啥？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名字有没有写大陆？全世界有没有大陆这个国家？有的，请举手。没有请举手，我想问一下，你一定要举手，有的请举手，没有的请举手，不知道的请举手。大陆有没有这个国家？没有，全世界有5个大陆，美洲大陆、欧洲大陆、亚洲大陆、非洲大陆，澳洲大陆、南极洲大陆，你还记得哦，欧亚大陆它是一个大陆，那代表什么？一个大的土地区块，代不代表国家？非洲大陆，哎，那南非在里面到底是南非大陆还是非洲大陆？你要用一个国家要叫做中国大陆，那以后我们也是这样好了，美国大陆、台湾大陆，然后菲律宾大陆、印尼大陆、印度大陆，那叫哪？那叫语助词啊。哦，哎，后摆请好人，唔免叫先生啊。哦，还比如叫做王永庆大陆，你知道一个语助词嘛？咱无必要讲加个大陆，那叫做坏习惯。你在前后人的时阵，就是给他正确名称，中国就是中国，后面不用去加大陆。为啥咱叫大陆？因为咱介港一家口啊，你知道无？哦，因为咱常常譬如厝内底人，哦，明明伊叫做王小明，你就叫阿明啊。名字叫王小明，为什么不叫王小明？叫做阿明啊！外面的人就会认为你们是同一家人，甚至很熟的。哦，阿丹伯写的什么？叫王小明先生，赶快王小明的王小明，唔通讲叫阿明啊！哦，因为叫做外姓诶，啊，你有本姓，本姓的呀，同一家人。哦，所以咱咧讲的时阵，讲话要留意我们讲话的内容，比如呐。我们是法理台湾讲话要特别留意，哦，我们当欧北共，你欧北共你没有照法理来，你突扯啊，那就很麻烦了，哦，你叫做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这句话都不对啊，因为我们没有去思考所有权跟管辖权从哪里来，哈，哦，来那看来，本土台湾人没有国籍，无国籍不，美国。联邦的高等法院判决的吧，五项的结论。第二个，本土台湾没有国际承认的政府，无国际承认的政府。啊，请问各位，即马中华民国这个政府是吗？有看到无？中华民国政府是本土台湾人的政府吗？是还是不是？再来，本土台湾人仍然处于政治炼狱当中。下面叫做政治炼狱。你读的物件拢是假的，你所了解以前过去的教科书都是编的。大家想一下哦，
即马最近发生的课纲微调，为什么年轻人反弹？原因伫遮，迄套本来安尼妈妈讲诶，也有该讲诶，台湾有光复节哦，台湾人的祖先是唐登山来的，祖先为中国来，是吗？那你祖先正刚为中国来吗 ？No， 哦，过来，台湾仍然在美军哦军事占领当中，确实的。好、哦，各位，台中有一个清泉岗基地，我相信大家有听过，内底有美军一直都在。哦，甚至有去年有一个事件哦，就是香港来的飞行机超过暗时12点，清泉岗的航管中心就甲讲，叫你飞回去，乖乖啊飞回去。为啥？这是美国的军事占领地，美国拥有最高的控制权。一叫你等也等去，为啥？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23条 A 款，内底讲啥？美国是主要的占领控管国，哦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主要占领控管国，拥有啥？主要的占领跟啊分配权，哦，就是这片土地面顶发生的行政、立法、甲司法，最后的爱问啥？问美国，哦，代表人物伫对伫遐，我看下无？迄是啥？美国总统，所以管辖权的对美国总统。你发现我现在中华民国这类所谓的总统，以就职来当野鹤殿，好伟大、啊！为什么？这片土地主要占哪块国？加一个，迄、那个国家是啥？美国。哦，中华民国是什么？战败的战胜国是次要的，所以就讲我美清楚讲，1945年的年底。这蒋介石的把这两个身份把它揽做伙。1945年的年底，你也大概要记得清楚哦。1945年的年底，中华民国有两个身份，第一个，他当时还是合法的中国，哦，第二个，他是次要占领全国，哦，所以呢，他是因为美国的分配占领，请他就是中华民国当时还没有流亡。1945年是不是还没有流亡政府？蒋介石开始成为流亡政府。1949年的10月1日，哦，你也给了，也给啊。1949年10月1日发生什么事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取代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成为什么流亡政府？它是当年1949年12月初，蒋介石为对来为平湖等足久啊。美国授权，伊才为朋友遐飞来台北。爱知哦，哦，因为中国当时合法政府上是汪精卫迄个，你只会记得一个重点：中华民国讲的坏人，他就是好人；讲的好人就是坏人。啊，你有在变过来？所以民族救星是谁啊？蒋介石吗？他是杀人魔王哎，全世界排名前4名哎，好、哦，你也上网去查就知啊哈、哦。OK， 来回到这里。第五，美国各行政单位应主动协助原告的诉求。原告是谁？原告是谁？刚刚我伫头先伫遐讲哎，好、哦，我头念给大家听，谁是原告？来，我问一下。这个2006年的10月24日的官司，在2009年4月7日得到5项结论里面，认为原告是秘书长的，请举手。好，请放假。认为不是的，请举手。不知道的，请举手。大概给人哈，台湾民政府才是原告。哦，大家记得看我头先讲。台湾平民，什么叫台湾平民？是不是叫做台湾平民政府？简称台湾民政府，有没有？台湾平民林志升等228名，哦，控告了美国政府忽视人权啊，也标的上，哦，来看一下哦，台湾国际地位与台湾人权保护的诉求，因为啊，清晰台湾60几年，以前是60年多啊，好60多年哦。侵蚀台湾人的人权，伊明明知影这是伊的军事占领地，结果伊家己无来占领，
去请一个杀人魔王帮伊占领。有发生过228无？有听过无？所有了解，甚至受过日本帝国高等教育的咱的日本台湾人，叫安尼白白白白安尼，无啥物原因就消失去啊！叫怎样拖去台？消息话这咧，当时1942年1月12号，哦，伊犯的一项战争罪，就是把咱所有的人归化做做中华民国的国民，哦，这上大的，这是讲中华民国当局他所犯的，在国际法里面所犯的战争罪其中一条，哦，我现在直接甲大家讲，你也可以记起来，中华民国当局在这里，台湾，日本台湾，他触犯了。四条的战争罪，第一个，在1945年10月25日那一天叫做什么？交战国军事占领日。那中华民国当局他把它分，把它宣称什么？台湾光复节。好，这是第一条的战争罪。第二条，在1946年1月12日，经过行政命令节参制第012-97号训练，把所有的日本台湾人集体归化为中华民国的国民，哦，这第一条的战争罪。第三条呢，在1949年的年底，哦，也他就把所有的日本台湾人的男人，哦，叫去做兵，哦，这是啊犯战争罪。第四条，中华民国当局，他把所有在日本台湾上的土地跟国产国家的财产，哦，变成什么？中国国民党的党产跟私产。好，哦，这是第四条的战争罪。大家要了解哦，犯战争罪有什么严重的后果？有看过海山吗？海山有没有？海山怎么死的？对啊，吊刀哈，啊，三个吊。自己吊吗？不是哦，是国际法庭判决，头按起来，用个乌袋啊，乌米袋盖起来，类似像乌色的米袋盖起来，然后大家要绑个，啊两个，甲压的，啊用一个绳啊足粗的下来，啊这样饲的吼，像安尼，啊吊死，还叫做战争罪。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吼，这个东条英机赶快起来呢，伊本来是要用自己枪。家己要制裁，用枪拍，弹无死，伊要自杀无死，伊听美国甲伊又好，然后判决了后，就像安尼共款，迄叫做啥？绞刑，战争罪就是绞刑嘞。吼，爱大家惊无？吼，不要犯战争罪哦。哎，好，谢谢哈。来，下面叫做战争犯，吼，你不妨你来看一下哈。好，第一，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第二个就是日内瓦和平公约。第三个就是国际红十字会的总会章程，有关于战争部分。哦，过来。第四，美国最高法院有关战争的判例。过来啥？1940年美国陆军总署有关战争法的汇编。哦 ，FM27/10。哦，加上来内容有讲有战争法的内容。我相信大家想讲实话，我毋捌听过战争话咧。其实这内底拢有，吼，我甲大家用一种提一个提纲，这是咱秘书长讲的吼。啊，咱也着有病，你也有了解英语的，会记咧。英语来翻中文较好了解，还是英语了解英语较紧？你有一个观念，你看到英语，你要用英语去了解英语，唔通够直接甲翻做中文。吼，你翻做中文有一个缺点。像他迄个《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 B 款，伊拢反啥？日本放弃台湾，对啊？唔对？唔对？你像迄个 Renounce， 啥叫 Renounce？ 物件我摕起手诶，因为条约关系，我必须爱下咧。有一天我再搁摕倒来，这叫 Renounce。再用 Abandon， 迄三个啊，我无一个扣得倒来，叫 Abandon。好，所以这内容里底新台湾论也有吼，所以你要了解内容内底有详细的说明，为啥？秘书长要让大家去了解法理
的重点在哪里？要怎用英语去了解法律，你会当得到你正确的观念。关于伫遮吼，就是用英文去了解英文。好，咱今仔伫电视面顶看，足侪吼。啊，我主张台湾独立，吼、哦，两国论，两个中国，吼、哦，啊，一国两制，这是谁来主张？来念一下，谁的主张？第一对是区域内底叫做难民，我看到这块哦。这个是对 Chinese exiled government in Taipei，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台北市啊，所以在这阵笑的拢住伫遮，只干嘛？统一独立伫遮上济，啊，而且为这内底走出来，足济啊，吼，拢主张单独立，单独立啥意思？伊就是伫要利用中华民国这个流亡政府。在这里啦，就地合法，在这台湾天皇的土地面顶，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之下，这个台湾，伊要用台湾的名义独立变作一个国家，啊，伊的身躯用上的，用一个死去的国家叫做中华民国，用什么名？用台湾要来独立，哪有趣味哦？在蒙阿波内底，嘿。王星足久待伫遐一个尸体，因为因家财产有够好个，所以甲魏王阿婆挖起来，然后甲共款穿安尼，啪哩啪哩，扛在身躯顶，讲我是因家的囝儿是谁？我今仔开始要用伊的财产变作我的财产，会用个无？可不可以？迄尸体啊，死去啊，墓碑了啊，挖起来。中华民国就是安尼，中华民国就是死掉了。是啊，唔是。吼、哦，当心你去网顶看哦。即马一个南京，确实有一个墓碑，一下中华民国出生1912，死掉什么时候？1949。有墓碑啊呢，还在中华民国。美国应该讲清楚啊。1979年1月1日以前，美国承认为中华民国，来听清楚哦。美国承认为中华民国的台湾治理当局，中华民国还在吗？还搁伫底无？想清楚哦，所以这个人有了解无？有了解，甚至啥有诶是跳江诶、欸。我知影流亡啊，所以啥，我伫遮要违反战争法，我要流亡的政府流亡难民要就地合法。大家初级班诶东西你爱记，有两条，你要记清楚。第一个。占领不移转主权，你要写下来哦，两条你会忘记哦。第二个，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第一，占领不移转主权。第二，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所以会当独立无？袂用的。即、这个土地面顶两条红线，你会记得？第一，主张台湾独立；第二，主张共产主义。什么叫做共产主义？一个足进步的国家，其实共产主义了，大家就开始变淡，为啥？有做无做，拢有饭好食。你会去做是无？你有看中国无？共产主义的迄种状况，你要发生在你我们自己身上吗？哦，毒奶粉、毒什么的，就是共产主义的结果。哦，所以大家注意，哦，拢无良心起来吼、哦，来。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 A 哈，美国为主要占领全国哈，占领国是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 A 哦，就对啊。过来是啦，旧金山和平条约4条 B 款哦，就是来对有啥物名 ？USMG 哦，美国军事政府哦，美国军事政府伫旧金山和平条约第4条 B 款来对有讲，用这片土地面顶的财产。哦，有啥？美国军事政府负责啦分配，哦，所以你爱记得哈、哦，切不出来。我看到这个新闻无？小额募款，
蔡英文7000万，洪秀柱5000万。呀呼，欢喜家，为什么？你提人权甲血汗钱给我，用同意票授权，阮继续甲你吞大，占害恁的天皇领土。你看咱这土地面顶是毋？要不要？一家拢里里落落，有发现无？足济啊！你看，本来好好的所在，都甲破坏，世界工业污染。咱想看卖以前细汉，迄环境是咪水足清的，甚至最高头有看到鱼仔咧受，即马有无？工业污染，吼、哦，因为啊，恁授权予伊啊，投票，吼、哦。问题对，自愿意愿合法，你只要投票，登记了印啊落去，就是你授权予伊啊，吼、哦，所以。你这吼，基本上来讲，你付因钱是加开的啦，吼、哦，因为你等于那参像去赞助啦，遐流亡难民，吼、哦，请因家己吞打，你明明你就是去用占领，我们是被占领地的人民，为什么要请别人来管我们？依据战争法，美国军事政府是应该亲自占领，而且由被占领地当地的人民来管理自己。是啥？经济战争法，吼、哦，大家记得吼、哦。像伊拉克民政府当时海山甲美国战争的时阵，海山是咪导航啊？当时伊迄个伊拉克民政府就是为华盛顿 DC 的办公室登来，然后啊接捐款，捐款吼。开偌济？开偌久？6-7年都完成啊！啊，咱台湾较歹命。70年还没看到，哦，所以大家来看，好好来思考为什么？因为大家拢中毒，哦。什么叫做政治？当心，什么叫做政治？政治有黑暗无？公民啊，黑暗。认为黑暗的请举手。我要了解一下，你认为政治是黑暗的，请举手。好，请放下。认为光明的，请举手。不知道的请举手。什么叫做政治？来，我简单甲你家己讲哦。有拿过水电钱无？有买过物件无？买柴米油盐酱醋茶去买菜，甲人交易啊，拿水电钱，搁走电力公司去自来水公司去甲人互动，有无？啊，来，我先先问一下。做家长的请举手，你做家长的，伫厝的做家长的请举手。有帮施舍纳学费的请举手。好、哦，囡仔啥啦？妈妈、爸爸，我要100块，明仔要来纳班费。来，有爱动作的请举手。有啦吼、哦，我来讲，你只要去学校帮囡仔做代志，你只要出门纳水电钱，甚至没有结婚小孩的。你有没有交手机的钱啊？有没有缴电话费？有没有去请人家来牵线？啊，阮家要看第四代来砍线，有无？有没有？迄就是政治，管理众人的事叫做政治。啊，有简单无？啊，这个事情会黑暗吗？会不会黑暗？会无？政治会黑暗吗？没啦，你要看上人的圣，就是什么样的人玩什么样的东西。这个好好的东西，管理众人的事，为什么是黑暗？因为中国人在台湾不一套嘛，对不对？你政治你好好的管理，好好用心为百姓设想，政治是黑暗吗？会不会是黑暗？不会啊，你有赶快去拿电钱啊，吼、哦、啊，电话钱赶快正常拿吧，会黑暗吗？伊就是为啥会甲你加线？啊，第四代你无落，你没有缴钱，当然是切掉啊。他依法剥夺你使用的权利啊，正确啊，怎么会黑暗？不黑暗啊！你若讲用中国一统，哎，36计走为上策，空城计，迄就正讲黑暗，还知影无？咱是不是中国人？来，我问一下，因为家己是中国人，请举手。日本、台湾人，请举手。谢谢，因为是中华民国的人，请举手。无啦吼，为什么叫做日本台湾人？日本天皇所拥有在台湾这片土地上的人，叫做皇民。皇民啊，日本台湾人，爱知哦，讲个习惯。
我是日本台湾人。为什么叫日本台湾人？日本天皇拥有伫即个台湾这片土地诶人，叫做日本台湾人。讲我习惯，那么常常第一讲讲我是台湾人。诶，请问你的台湾人自家位对来？吼、哦，我讲大家听吼，就讲讲有一个语病。吼、哦，我是台湾人。台湾人有分两种哦，第一为国外来的，两三天问导游就走的，甚至是遐，伊毋是伫遮土生土长，为外国的，暂时住伫遮，毋是意愿的啊。哦，我是被人家赶出来，哦，高布里三种，在伫台湾这片土地住的，伊嘛叫台湾人。哦，我讲呢，简单一个例来讲，咱有见过花盆的花卡有无？有没有？有见过花卡哦？花卡内底树啊、草、花，为外口搬来恁家，是毋是恁家土生土长的？是毋是？哦，下面又土生土长，祖外阿祖，个阿祖个较祖去面顶去去，吼、哦，已经发伫遮一丛树啊，生根叹叶，甚至个发水果出来，这就正讲。土生土长，当然就是安尼。你会当证明讲，你伫1945年的9月2号以前，你的爸爸这边、妈妈这边，可以证明说他们当时就已经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叫做啥？本土他人及法理他人。什么叫法理他人？依据法理鉴定你的身份是他人，叫做法理他人。哦，这是一个哦，法理上的台湾人哦，哦。本土台湾人，过来是啥？来问导游，我头下讲的，流浪来遮，是不是啥？为国外，为美国、菲律宾，吼、哦，为英国来遮啦，佚佗两三天，记者甲访问，你是不是台湾人？哎，是啊 ，Yes， I'm， 哎，我是台湾人。来承认这个说法成立的，请举手；不承认的，请举手。啊，对啊，嘿啊，为什么会问你们？我把你们当做什么？陪审团，来怎哦？讲师把恁当作陪审，然后啥，大家来信，共同研究，共同成长。哦，法理就是经过安尼一个过程当中，我知影你，你知影我，啊啦，大家知影讲，哎、欸，什么观念才是正确？爱、啊、知哦，哦，咱做成长嘿，好、哦、过来。台湾现状根本不对，因为咱即马所读的拢是假。为什么是假的？有一段影片没有大家来看哦。来，我们看一下是谁在保护中华民国？来，咱看麦，是谁在保护中华民国？看麦，哦，派人伫对，有五个影片啊，蔡黄狼那一张，蔡黄狼那个影片，哎，直到今天，美国与台湾断交留下的阴影仍然存在。一月初，台湾驻美国代表，不叫大使，但实际上扮演大使角色的沈履勋参加立法院质询的时候，提出不要使用外交一词描述美台关系。你们要怎么讲？但是事实是事实，我们跟美国没有外交关系。如果我们有外交关系的话，我们今天叫做驻美大使馆。结果引起不小的反弹。你这样讲，当然、就是、你这样讲会，我要不去这样讲、啊、你这样讲会矮化我们中华民国的地位，你知道吗？你要回避台美外交两个字啊，对，就在自我矮化，没有就在。我看到是什么保护中华民国？来讲一下，中国国民党的请举手，认为中国国民党在保护中华民国，请举手。认为中国对我讲啊，强姐，认为是中华民国民主进步党在保护台中华民国，请举手。好，谢谢。认为民进党在保护台湾，请举手。谢谢。独守伫遮。好，我要为甚解分析为甚物？大志无要紧，因为咱啊，咱勇敢。啊，参像讲医生，医生甲咱看病，哎、欸，我都酷酷扫头壳疼啊！你好眠无困，啊啥？抵抗力降低，所以你感冒头壳疼。像爱咧医，吼、哦，即咱讲讲，咱来读书发力这样吼，即足好诶。你也勇敢承认错误，讲师甲你鼓掌一下，你勇于面对自己，你进步上紧诶哦。哦，你不要逃避自己的问题吼、哦。你来给，即蔡黄狼
什么党的？民主进步党嘛。哦，你还记得哦？所有登记在中华民国这个殖民体制底下，所有的政党跟民间组织团体都效忠谁？效忠谁？中华民国呢？有没有效忠台湾？没有呢。你看，拢莫一个大腿啊！还记得那个陈云林来台湾有没有？为什么警察把中华民国那个流亡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抢下来？为什么？知道的请举手。知道的请举手。为什么把旗子抢下来？而且警察做的是对的，为什么？对哈 ，OK。警察做这件事情是正确的，为什么？刚刚讲师有讲过，1979年1月1日以前，美国承认为中华民国的台湾自己当局。那台湾现在这个时候，它叫台湾自己当局。请问中华民国那个旗帜还可以再出现吗？可不可以？台湾关系法第十五条里面重点就是在这里，这一面旗帜在1979年1月1日以前，美国还撑腰，过了。美国就 不要了，我不承认了。所以青天白日满地红还可以拿出来吗？好，我举个例子来讲，现在的人如果去拿大清帝国的黄龙旗，在国际场上飘来飘去，然后喊着“大清帝国万岁”，来，认为他是正常的，请举手；认为他是疯子，笑的，请举手。来，怎样吼？要不要拿“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在到处跑啊？我爱台湾，然后“青天白日满地红”在那边飘飘飘飘飘，让我了解哦。咱就要看全世界安怎看，那参像咱即马咧看一个人骑大清帝国的国旗、黄龙旗在路的飘，“慈禧太后万岁”、“中清帝国万岁”、“光绪皇帝万岁”，来正常无？有没有正常？啊，所以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你有看哦？想那以后谁在维护他？这人有没有可笑？我们不要生气啊，我们就看这人的不正常嘛。好、哦，为什么不了解？是不是啊？因为这一面旗帜可以有给他有大饼吃。为什么？美国国务院他现在是慢慢的在暗示台湾自己当局，你爱准备爱合照啊？为什么？传贺啊，你对传贺啊？平潭岛，明仔载第二节课，林佑生林讲师会跟大家讲，我底下点到为止哦。就来，法理政治谁的力量大？来，认为法理的力量大，请举手。认为政治的力量最大，请举手。不知道，请举手。哎，谁力量大？法理还是政治？法理哦，因为现在我们看到那个年轻的同学哈、哦、来啊，简华裔，要更很投入了哈、哦，谢谢他。我们我还是要问一下，好、哦、来，法理啊，我头下甲大家讲，咱大家在外口在讲互动的时阵，产生争端的时阵，最后拢去对讲，较公道，爱请人来做审判，对吧？法理、政治，哦，为什么要去？但民政府为什么要去美国联邦法院去告美国总统加国务卿？今年的2月28号控告啥？美国还有谁？中华民国哦，中华民国控告两个哦。哦，2月28号，美国时间是2月27号，当时开记者会，3月12号。哦，你这详细状况去缅甸看哈、哦，你也要拍哦，因为。影片内容目前有全球有1亿多人在看，那谁代表台湾民政府发言？是夫人，哈、哦、，Julian Lin。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My name is Julian Lin。你有要看到啊？一段足精彩，1亿人全世界。你想当然有看过无？因为叫看掉诶，你看不到，哦，所以大家爱记咧，在这个笼罩之下蒙。蒙蒙渺渺的地方，你唯有上网
去国外的网站来看台湾，那才是正确的哦。新闻用认同还是白纸黑字？尊神，来认为用认同的，举手。身份用认同的，我认同台湾，所以我是台湾人，认为这样对的，请举手。我认同台湾，所以我是台湾人，对的，请举手。不对的，请举手。好，谢谢。我再来，白字黑字，好、哦，来，我看下下卡哈。哦，大家看。户籍誊本，来，我先说问一下，在这东西，你有申请台湾民政府的台湾政府晶片身份证的人，请举手。谢谢，还在填申请书还没送件的，请举手。哎，同学，你申请了吗？还没，好、哦，为什么呢？因为这样没办法证明你的身份哦，哦，但是你要注意你的权益问题，白纸黑字才能够证明。白纸黑字，那我看下面顶只无？台中州南投郡，我、哦、看下无？这下一句，这是不是跟咱即马下一句同款？这叫做汉文，哦。啊，咱即下看迄中国咧写迄叫做繁体字，明明字都好好啊，遐读一过啊，减一个啊，遐学一空，迄叫啥？简体字。简体字咱唔通去甲学，吼、哦！你看当时日本帝国所使用的规规矩矩，有黑白写无？国家写足端庄。这你看哦，支，吼、哦，我看经作支那，吼、哦，由伊那边来，但是。伊愿意做日本帝国的臣民，所以迁过来哦，种族、种族哦，这部涂黑，那第二哦，一般看有的拢涂黑的哦，因为是中华民国当局当时来台湾，伊接手护政单位的时候，伊惊各位在做东西，你的祖先知影伊是本土的人哦，所以。但也无涂黑，比如写福啊、广，又该骗啊。福是福建，广是广东，吼、哦，所以就该骗。大家想，哎、欸，对，我祖先是福建、广东 ，no， 规查中心90%以上，甲因的 DNA 拢无共。咱是平埔的后代呢，吼、哦，咱的姓是因那边素姓。有没有听过素姓？我素姓好滴。哦，这大家要去了解哦，因为咱所了解有限，但是我鼓励大家去网络去看资料，但是看资料会记得，你要用法律来判断这是真的还是假。比如讲，应该给你一个观念，给你哦，所以台湾爱独立，对吗？又给你一个观念，所以台湾要独立，因为我们跟种族不一样，所以台湾因为种族的关系要独立，对还是错？不对。他的所有权有没有注意一下？这土地你拄到主权的关系的时阵，请你爱看你的右手边这两百图，各州的州办公室跟郡办事处有这两幅图，会记得哦。再复习一下，日属跟美占，日本天皇拥有台湾所有权，右边那个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哦，你这很能百度，你把这句话记掉诶，永远的记着，你会不会主张台湾独立？会不会？不会哦，因为你知道管辖权跟所有权在遐清清楚楚哦，你就不会走错路啊。这个问题哦，台面政府问过，当时诶。6月11日，蒙中华民国哦，所谓的内政部，你发放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的法源依据在哪里？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怎么可以在不属于他的法定领土范围内发放身份证？放大版哦，大家可以看，我看到绿色这无，中华民国的宪法内底。哦，180几条，12摆的修宪内容拢无讲到台湾平和，
是安怎会用在台湾配偶发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为什么？唔敢讲哦，甲只拢点点。6月11号啊呢，哦，咱们台湾民政府的新闻发言人提问，到现在中华民国所谓的中华民国台湾自己当局，一名叫台湾 authority， 你为什么不回答？哦，佮加上他秘书长来讲，联合国的秘书长哦，又在讲秘书处在讲，要入联合国，你只能拿台湾政府的身份证。台湾政府的身份证是不是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是啊，不是？是吗？白纸黑字要看清楚。各位在座同心，江苏给你勉励，咱咧写字、咧填表格、填表的时阵，请各位同心，目睭睁落开，看好清楚，认好名，唔好乌白签。有法度无？哦，大家要注意哦，唔好乌白签哦，一下去。下卡面顶一排细细字啊，写细细字啊。我承认我是奴隶，明仔来开始卖予人100块，安尼名签去，要不要？要不要？要注意哦，吼、哦！你白纸黑字要看清楚人物名，再来写。哦，咱阿个要培养这个习惯。哦，咱做者长辈时阵，甚至咱的祖先，就是安尼叫中华民国的所谓的国民党，安尼卖掉去，爱知道？甲你骗，一块嘛，甲你买土地，为啥？钱甲你压掉的，你也无买一个来断掉。好、哦、的，这篇，这个3月12号的国家记者俱乐部来对呼应，对国家记者俱乐部发表的，就是让全世界去了解到，原来中华民国它篡改我们的国籍，它是用不法的手段得逞的，而且228让我们。所有的台湾人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悲伤，我们受到人权的伤害是如此严重，美国跟中华民国带给我们的伤害，是不是应该要给我们一个公正、公平、正义的判决？是不是？需不需要？哦，要给那个今年的国家记者俱乐部的记者会，给他一个掌声，好吗？我们盼望这个。官司哦，早上的给我们哦所有的本土台湾人一个公平跟正义，还给我们一个新的未来，哦、好不好？国家这是我们要追求什么？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哦，咱国家地位正常化，国际地位正常化，咱唔通讲咱出国，人就每一个旅游团拢出去啊，咱偏偏去用叫伫边啊等，情何以堪？摕到咱迄张。一本绿色的护照，各位同志们爱给了。绿色护照是啥？国际难民的护照哦。我现在绿色哎，国际啊，国际之间那个难民的辨识色护照就是绿色的哦。一下啥？中华民国，你改掉有没有用？没有用。我最近有看到一个新闻哈、哦，大捷台湾黑熊哎标志缅甸，好、哦，然后下台湾国护照。有没有用？有没有用？我相信大家有的了解，你就被爱笑啊！你可以改护照的封面，里面白纸黑字有没有办法改？我要都改哦。来，第二下下 ，Republic of China， 下面一个 Republic of China， 加上外靠绿色的皮，中华民国流亡难民，一定是难民护照。全世界认同一个中国，一个中国是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什么？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简称啥？中国。哦，拢共款。因当时咧，2010年6月29号有签一个，我相信大家拢知啊。ECFA 有听过无？签了了后，过年隔年，2011年生效了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流亡政府都安尼统一啊，所以金门马祖当下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所以你为金门马祖来去国外，为什么把我国籍写成 China？ 你不满没有关系，为什么？大家想一想，他的法理根据就是2010年的6月29号，因为签了 ECFA， 2011年生效了。
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之间的内战因素内战啊，家己厝内底战争吼，伊遐回去都要甲抬，这因素已经无去啊。所以金门甲妈祖甚至啥，伊怎样用甲对换哈，自由往来啊。吼，伊厦门那边过来，金门妈祖会不会杀他？哎呦，没，因为中华民国所谓的海基会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的海协会两边已经讲好啊。一法也好，福茂也好，内底有讲到台湾无？有没有讲到台湾澎湖？大家要去了解哦，内底没有，同款。哦，所以咱看到这那种看就爱笑的，你看看这哈，中华民国几年？22年5月10。几号还不要紧啊？吼，你要看怎样？像话嘞，国民政府外交部，好，你要看发给护照，你要看前往哪里？日本国哪里？台湾台北州七星郡北投庄75番地，像话嘞？我看到了，台湾是中华民国的吗？是也不是。我现在郝柏村公柯P是黄敏黄敏姐姐，他们很清楚了解啊，哎呀、啊，为什么你黄敏没事来管我们家介入我们家的选举？你是窃国、哦、所以陈水扁无代无志去参加中华民国所谓的总统选举，也就是啊，台湾自己当局的局长，他要撤换。他用中华民国的名义让大家去投票，你投票换的就是你们各位牺牲你的人权，授权他继续管你，所以你去投同意票，把他发给你的身份证加上你自己的印章，还有他的通知书，自愿意愿合法，然后跨掉那一条线去小房间，他说秘密投票 ，no， 你投的每一张票，不管秘不秘密。投到投票箱里面，代表一票，你同意中华民国继续奴役你，然后了解哦，所以你也当抗议哦，没有办法抗议了，好、哦，你抗议也没有用，因为你已经授权了。以下一票啊，这候选人一票可以得多少钱？我相信各位大家哦，你所了解的行政院一迄、那个行政院所谓的。选委会，你也去看页网页，你就看到一票候选人30块，政党几票50块呢？一票50块，有好康无？全世界有选举，有人安尼，啊，美国无相信啊，秘书长也讲，确实是如此，叫伊来看，正讲的，哦，选举较好康着，咱以前我包括我以前嘛错误去投票，伊无发予咱行路工的。我譬如我也回家，我譬如我在台中在做事，我回来台北投票，车钱要钱吗？要不要钱？坐车要不要钱？我投那一张票，你没有发走路工给我，你还让我花钱，一票30块，50块给政党，公不公平？好、哦，啊，各位同志，来我先问一下，你有参加过政党伊个活动的请下手？你有去参加他政党选举，比如以迄个候选活动去拜花呼口号，请举手，有没有？用哎、欸、来帮阮做算者分传单的哦，有没有？有请举手，我看一下了解者。系啊，对啊，所以讲知影，你有参与过，你就知影原来里面就是那么一回事哦。不论你怎么选，就是中华民国胜利。你去参加的选举票甲登落，你参加的候选选举活动的时阵，你就是在支持中华民国，知影无？要不要去参加？不要参加了，吼！所以主张立场最后一条，我看不配合也不合作，知影无？哦，来，这张啦，解参自第0297号训令，你来看，哦。原系我国国民受敌人侵略致使丧失，哦，跟国土重光，恢复成为中华民国的国籍，对吗？一张爱得甲咱改啊，所以因为一张中华民国甲美国强国，
运动的，伊甲咱改变咱的国籍。小问一下哦，美国跟伊拉克打仗，伊拉克的人有变成美国国籍吗？有没有？有无？啊，安尼伊即张也会用个成立，安尼全世界所有甲美国拍过战争、拍败的国家，全部拢变作美国国民，安尼好无？好不好？啊，全部啊。啊，原查伊拉克人民原系我国国民，受敌人侵略，致使丧失国籍，知国土重光。美国马来安内西亚嘛，美国哦，截参之零有九下去，一律恢复美国国籍。哎，我马背，我也要，合理吗？哦，战争是一个状态，但是战争完了，所有一切的定数，一切的程序要按照战争法的流程。这样才是正常，而不是用这种非法的手段。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台湾民政府要严正的控诉中华民国当局所犯的战争罪，这就是其中一条。哦，大家知道哦，这是战争罪，就有严重无？哦，当年1946年1月12号，这张颁发了啊，当年3月、6月、9月。英国跟美国拍了3次电报，向蒋介石抗议，你违法。结果蒋介石动没掉，哦，伊今啊派代表去日本国，去日本向麦克阿瑟说明，他说为了方便管理，可以吗？为了方便管理，把你骗，全部把你改做国籍，那是不不恰当的犯法的哈，白纸黑字。来，有申请户籍誊本哈，江苏都要发现。中华民国其实叫做台湾自己当局，伊犯了上大的错误。这伫对嘞，新竹市东区的户政事务所，朱英姓蒋，蒋先生，伊面顶哦，就混凯甲邓日据时代。哦，我想咧好奇要问这新竹市东区的蒋先生。为什么是盖日据时代？为什么是日据时代？请你说明一下。哦，在天皇的皇土上面，谁是窃贼？谁窃据了台湾？有趣味无？何足天本面顶竟然甲拍日据时代，对吗？来，我问各位，这片土地是谁的？日本天皇的，那中华民国呢？他现在是什么身份？流亡政府。那他是因为美国的授权，他成为台湾自己当局，依据台湾关系法，在这里代为管理本土台湾人。他千不该万不该犯下这个天大的错误，打下日据时代。这跟中华民国当局在当时1945年10月25日所犯的错误是不是一样，也是战争罪？明明是交战国军事占领日，我现在叫交战国军事占领日，以战争法的流程来对，军书战争完了，与从宣战到停战到军事占领，到友善军事占领，到签条约，到国家地位正常化，这整个流程。这叫做战争法流程，伊袂用诶甲交战国军事占领当作光复节共款，伊他下了这个日据时代，这是错误的严重错误，哦，错中之错，这大家爱记咧。啊，要讲是日本政府统治诶时阵诶藤本，就是日治藤本，请你唔通甲当日据藤本日据时代。哦，那不对，那个中华民国窃据台湾，谁是窃贼？我当我讲过，1949年10月1日之后，他已经不是正常国家了，而且1949年12月，他在这里，哦，就是台北市这里开始什么运作流亡政府，所以他流亡政府之下，他不能说台湾是他的。所以谁是窃贼？他们才是窃贼。前几天我听我们一张难民主张表，有看到无？
伊伫台北市遮个所有校长、中华民国所有政党、甲民间团体，因拢主张独立、统一，这拢唔对个。你要主张，你讲你个，但是啥，土地唔是你个。中国国民党也好，中华民国民进党也好，拢是贼啦，知道无？通通都是贼，全家都是，跟蒋介石有没有两样？没有，因为这句话是杜鲁门讲的，一家都是贼，全部都是，好、哦，很了解哦，拢是贼啦，哦，错误啊，哦，你继续等，我继续甲你举发，哦。来，台湾关系法底下、哦，美国在台协会台湾关系法，1979年1月1日，我看啊，啊对，哦，你用个点来看，它的第15条，对我头下来讲，哦，再重述一次，因为他有同心刚刚进来，再听一次，哈、哦，就是台湾关系法第15条，哈、哦，1979年1月1日以前，美国承认为中华民国的台湾治理当局，哦，台湾的 sovereignty， 甲全看在，哈、哦。点来看，有唱过这条歌无？梅花，梅花啦，哎呀、啊，对啊，吼、哦，内底有唱歌词哦，有看到无？哦，在车牌明仔载第二节课，林佑生林讲师也讲，哦，你要听车牌内底有唱秘密、哦，我方跟陆方爱记得哦，我头下一开始有甲家讲，咱的语言方面爱知啊，中国就是中国。流亡政府就是流亡政府，唔同意的我方跟陆方。全世界有没有一个国家叫做我国、我国？有没有？有没有一个国家叫做陆国？有无？有没有？这所以方面，那看讲，咱遮个所在的流亡政府，遮个记者的水准，你对看得在哦，还达不到国际水准。青天白日满地红，是吗？满地红，上面还飘着5颗星。这个旗要够牙无？我头下个讲啊，大家吼爱笑吼、哦。那参像即卖人骑大清帝国的黄龙旗，骑大清帝国的旗帜，伫路的话，大清帝国万岁，大清帝国万岁，有笑无？笑的，即、這个毛个骑啊吼？安怎骑拢是倒来遮？有看到这哦？几粒星？几颗星？5颗星吼，唔通啊吼！这台胞证卡四的哦，有看到无？这就是各位，你怎啊看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顶的 ID 编号？这是当时美国美军对占领地的人民的管理编号，吼、哦，台北 F， 吼、哦，新北市吼、哦、F， 啊，有 A， 台南 R， 有没有？这个卡开头，查甫一，女生二，哦，你看下身份证就知哈、哦。这套用，会记户政系统宕机哦，伊就是资料去偷摕去啊，所以伊就知影有法度安尼换。哦，你要不要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要不要？卡四台胞证你啊，新鲜的开始练习做中国人啊哈、哦。来，来法律的这给点哈，来。依据自然法衍生让全世界共同遵守的万国公法，万国公法依据的根基呢订立国际条约，在这个根基的前提之下订立了国际条约，国际条约呢位阶高于各国的宪法，台湾关系法对在美国宪法来对、哦、一个叫做美国的国内法，为什么呢？根基就是一样回到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容，就像和平条约23条 A 款授权美国的宪法里面制定台湾关系法，为什么？因为台湾是美国的军事占领地，还记得吗？好、哦，这也给的哈。哦，开罗宣言，波江兰吗 ？No， 伊是开罗公报，那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甲美国建交，那就。建交公报讲一下呢，哦，这刚爱北抓而已，伊只有登印啊无，有啥名无？伊它只是公报，国际互动哦很特别，只要握手的都遵守啊，不一定要签名。这公报哦，所以大家知道有的讲，哎、欸，
假如宣言面顶无签名，所以无遵守。因为当时蒋介石有答应，哦，美国跟英国，伊讲不再发动战争侵略别的国家。结果谁救了台湾啊？毛泽东。毛泽东啊，1950年发动朝鲜的呀韩战，一派兵进入朝鲜半岛，去侵略别的国家，军事侵略，变成啊把开罗宣言当时的承诺破坏掉了。蒋介石说：“哎，那不是我主导 ，no， 中华人民共和国承继了中华民国的承诺，开罗宣言破坏之后，变成这个原先讲好的没了。”那开罗宣言的效力就没了，所以后来1951年的9月8号，记得清楚哦，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约的日期在1951年的9月8号签订，谁签订？代表吉田茂，哦，就是大日本帝国的军需大臣，后来变成日本国，就是现在的新日本政府的第一任首相吉田茂，哦，在哪里签？旧金山。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旧金山和平条约。你像旧金山合约，是因为和，而且和平的和，为什么？英文就是为和平 peace 来的。哦，合约，我们要修下合作和，哦，摸下合作和，是和平的和。旧金山合约当时生效，1952年的4月28号，哦，4月28日生效。哦，所以。大家知道齁，我现在开头宣言没有办法录，因为破坏的承诺，哦，那日本国现在的新日本政府被谁哪个宣言卡住了？波茨坦宣言，因为东西昭和天皇，哦，也得说他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啊投降，哦，所以投降书缅甸有写波茨坦宣言，好，哦，何况呢投降书 Instrument of Surrender， 哦，你有看好不好？官办，咱头下迄个秘书长，互大家看的，哦，投降书的内容看到，崇光葵，过来啥？它是代表日本天皇跟日本政府，过来啥？美津美治郎，伊代表啥？日本皇军，就是日本大日本帝国军队的本部，哦，伊代表等于讲军书甲民书两边做交接导航。哦，所以为什么一个那个被占领地有两个单位，主管的单位就是军事政府，就是主要占领全国，像台湾这些就是美国军事政府在上面控制所有的行政、立法、司法。你看呢，台湾民政府接政的是台湾民政府主负责什么？民政。哦，那有了解哦，外交嘞，外交跟军事，台湾民政府要不要担心？不用担心，全部由美国。所以各位大家在座同心，你要记得吼，后摆咱提出国要提啥，跟琉球民政府一样，我们要拿什么？琉球，咱提伊是选是琉球民政府的旅行证件，吼，哦，是啊，叫啥 ？Travel document， 吼，哦，揣无倒起来，你揣，你要记袂起来，你有用台语记，揣无倒起来 ，Travel document， 哦 ，Travel document。哦，找不到拼起来，那就记啊。旅行证件，唔好讲哎，台湾后摆要出国摕护照，请美国发护照，还是等于日本国申请日本国护照 ？No， 军事占领地就是由主要占领全国要发依法哈，哦，发给我们什么旅行证件，唯一的哦，爱给的旅行证件，唔是发护照哦。哦 ，OK。波茨坦，你讲《波茨坦宣言》哦，看啊，1945年9月26号，《波茨坦宣言》哦，英国 ，China United States 哦，两岸的来对，这个投降书的前言，要用英语去了解，你才知影法理的真相哦。这上，斯大林、杜鲁门。这上丘吉尔，哦，这里下关条约签约所在，今嘛个地带 ，Shimonoseki， 哦 ，Treaty of Shimonoseki， 哦，大家看，
签条约，你也记得有两兆。哦，所以讲，怎样讲，原来这个所有权的契约就是下关条约，握有者以上，唯一高价合一，所以台湾是像诶，这张所有权状伫家呢。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国际条约并没有把这一张的所有权从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从他手中转交给任何人，即使是旧金山和平条约也没有。为什么？旧金山和平条约二十六条里面有讲，所有日本跟全世界各国所签订的条约去哦，日华，譬如中日合约，咱听中日台北条约签的，它所里面的内容都不能超越谁？旧金山合约哦，底下台北合约就是中日合约，它在中日断交的1972年，因为这是中华民国的蒋介石代表，那给了联合国那个旗帜是 China， 不是中华民国哦，它的代表权被剥夺掉了，在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文，它踢出去啊，像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哦，所以唔通个讲啊吼。台湾进入联合国，从来都没有，台湾从来没有进入过联合国，为什么？谁的、啊？台湾是谁的？日本天皇的呢？哦，世界没有一个地方叫国家。以后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我们跟日本的关系就好像现在的，在英国女皇底下，澳大利亚、纽西兰跟加拿大。这个这样的关系，日本跟台湾就是像这样，这个叫什么关系 ？Commonwealth， 在天皇底下，通通都效忠天皇，但是两个人是个政治实体，两个很像类似像国家，但是什么，在天皇的架构底下，还有了解哦？哦，那各自家己管家己，但是不是独立不？大家要记得这个重点要抓到哦，哦，因为所有权是谁？来回到那里，日本天皇永远要记得。哦，这秘书长再大家跟你讲，那叫法理来，法理至上。好，今天讲到这，谢谢大家。